间昏暗残破的房间中，一个身影静静地漂浮在中间。他，艾希，没有记忆，没有过去，记忆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他存在的意义，只是消灭犹大。邪恶的魔鬼，蔑视的恶魔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艾希明白，他必将达成他的使命。消灭犹大。于是，在一片黑暗中，艾希醒了。艾希离开了实验室，他明白，他只需要跟着箭头走，就能找到犹大。艾希离开了实验室，他明白，他只需要跟着箭头走，就能找到犹大。这些都是犹大派来阻止艾希的士兵，消灭他们。艾希来到了寂静的山丘，远方的哈利湖波光粼粼，艾希心中的使命无比清晰。悬崖边有一个悬浮桥控制台，艾希决定启动它。